一早六点出发，离开了墨尔本。这次旅行目的地有雪山，有小镇，要去镇边追溯历史，还有去山上滑雪。抱着期待的心情，拍摄组一行四人就这样嘻嘻哈哈地出发了。我觉得大家一般 road trip 很多人都会在麦当劳吃早餐吧。然后我今天有重点推荐，就我发现这个麦当劳的 banana bread 还是挺好吃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安全抵达了 Bright 布莱特小镇。今天非天气真的是非常好，我们已经迫不及待的要下车了。现在我们停车的这里正好有个小河，我现在带大家去看看吧。开车行驶了300多公里，第一站我们到达了 Bright， 天气出奇的好。我们把车停在了公园边上，开始探索这个童话小镇。Bright 位于维多利亚州东部内陆 Ovens Valley，地处 Mount Buffalo 国家公园和 Alpine 国家公园之间，是探索这两座国家公园的重要基地，也是一个以旅游业为主的度假小镇。明天上雪山，准备我们车上要用的铁链子。在维州呢，法律规定，如果要下上雪山开车的话，一定要用这些chains， 以防万一路上滑。准备就绪，我们开往了 Mount Buffalo， 没有抵挡住玩雪的诱惑，还没开到山顶，我们就在半路停下开始打雪仗了。有一个很逗的队友就是这样。Bright 小镇大概40分钟的车程，我们来到了 Mount Buffalo 的山顶。我现在所站的是 Mount Buffalo 山顶上的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酒店，这家酒店就叫做 The Charlotte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家拥有悠久历史的酒店吧。心是一种混杂的感觉，景色让我很激动，但是又觉得很平静。人与大自然的互动是有治愈效果的吧。现在就站在了 Mount Buffalo 山顶最高的端的观景台，这边的景色真的是非常美丽，而且它最与众不同的就是在我这边呢就是雪的景色，但是从观景台远望过去又是一片绿色，就是感觉我是站在冬天，我又在看一片绿色，在看
春天、夏天，这也就是澳洲的魅力所在吧，大自然的神奇。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山顶，回到 Bright， 我们直奔小镇中心的信息中心，开始寻找华人的遗迹。一提起 Chinese Bridge， 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就立马开始为我们讲解桥的来历和位置。根据他的提示，我们来到了这座龙桥。1850年，2000多位华人曾在这片土地淘金，他们带着淘金发财的梦想，乘船经过几个月的海上颠簸来到澳洲。他们异常辛苦，不分昼夜，希望找到黄金，能够早日衣锦还乡。但是就在梦想快要实现的时候，东方人找到金子的消息走漏了，引起了当地西人矿工的极度不满，导致了一场针对华人矿工的屠杀。之后华人包括他们的后代逐渐地离开了这个地区。2年前，当地政府和附近的华人社团在这里建立了这座龙桥，来纪念这段华人的淘金历史。今天结束了，也到了我最喜爱的环节，那就是我们的晚餐。晚餐呢，我们是在 Bright Brewery。 Bright Brewery 呢，是我们的啤酒酿造厂。我现在喝的是 IPA， 是这边自己现场酿造的啤酒，真的是非常好喝。晚餐呢，我们选择了这边的 Hero Board。 Hero Board 有各种肉类，现在我就来加一块 Chicken Wings。 今天要上雪山滑雪，上山的盘旋公路结了冰，有些滑。然而车窗外的雪山景色让我们完全忘记了这份情绪，大片雪白的雪景让我有一种全新的感觉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复杂的情绪，只有对大自然的感激和对新的一天的期待。2年没有滑雪了，我其实是蛮恐惧的。然而面对镜头还有周边那么多自信熟练的滑雪者，我还是摆出了一副很自信的样子。我在初学者的滑雪区探索着滑雪技巧，几次摔跤。 Daniel 已经在高手滑雪区一展身手了。我想我们都是充满能量的灵魂，但是在体力和滑雪技术上他就远超我了。下山了，大雪纷飞，体力透支，天气寒冷，道路能见度又很低，但是每个人都很开心，是一场旅程结束时的满足感吧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一路我们一行四人给彼此的陪伴。